大家好，我是老表。现在年呢又过了一段时间了，钱又花完了这一块了，所以说呢，看了这两天天气不错，赶紧从家里面过来哦。现在这个泰坦号的话，准备装这个发动机，装好这个发动机呢，我们就出去逛一逛，看一下今天水怎么样。还是很好启动的哦。现在找到地方了，准备下水了。今天呢，峰哥的话呢，就当船长了，他就不下水的，他就准备下水了。天的话，十几二十个点都不多的，啊，又碰见一个大鱼高手，现在又换点了，现在啊，哦，难搞掉，好多会掉下面了。
红酒。这个暗礁有货吧？还看到其他什么鱼吗？黑鲷。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天了、哦。现在回到港口里面，今天雨后也是非常不错。新年新气象哦。里面大红鲷啊、哦，西来金啊、哦，非常漂亮。今天的鱼非常的肥，还有大海鲷、哦，非常的牛逼啊、哦。哎呦，还有肥肥的。黑鲷就打了两条，还有一条这里哦，三条鱼，大概的话就是五六斤这一块的哦。今天那个水，好了，那我今天就不说这么多了，就下期再见了。现在就准备回去了，拜拜了。